小蛋猛了，他逻辑太久了。哪个热熊能遇到这么连招是对了，太凶了这个老外。他跳 hiphop 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多细节的，而且听音乐听得特别仔细，会有很多几个画面和 hiphop 的一些律动或者状态的融合。哇，我鸡皮起来了。哇，我好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也没有什么悲伤的东西，但是怎么这么感人，我为什么要哭呢？就舞蹈就是有这种感染力。确实 Zico 跟 Defense 的配合确实没话说，实力是真的强，支配度。我是第一次看 Defense 是有交集的一样，越来越看到你们融入到这个表演里头，我觉得你们是有很大的进步。我觉得这个很 Defense。这就是街舞首支国际青年联队已经产生，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Dickens、仔仔、周玉祥、马东杰、钟晨、Zico。以及 Qka， 他们将继续角逐本季《这就是街舞》青春季的总冠军。希望你们带着生而无畏、不惧挑战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的精神，引领这支年轻的队伍所向披靡，创造无限的可能。要再次的为你们喝彩，同时也要感谢相伴四季的勇闯天涯 Super X。此刻为你们带来了一份青春大奖，有请我们的两季冠军队长王一博来为你们颁发，有请。门战的青春之战，我想此时此刻大家应该非常的期待接下来的一个抢位战了，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去准备，我们也给他们一点点准备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本节目由生而无畏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勇闯天涯 Super X， 青春够胆，一起 battle。 本节目由双硬核强内护的皇家美。那么接下来就要欢迎最最重要的七强入场，让我们一起欢迎到的是 Dickens、 仔仔、周玉祥、马东杰、钟晨、 Zico、 Qka。 舞台上好热闹啊，那接下来时间我就要把我们的主持棒交给我的搭档廖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轮赛制，有请。好的，接下来由我大家介绍这一轮的赛制，我们将会按照我们本次最开始起舞排名的顺序进行我们的末位挑战赛。首先要进行的是第七名与第六名的 1-on-1 freestyle battle， 每轮每人30秒，两轮过后由我们的大师团代表在场上裁判和四位队长一起进行判罚，不可以判罚 one more。 那么当我们第七名和第六名获胜的一方
将直接开始挑战第五名，依此类推，而且末位上升的选手永远是先出，直至只剩两人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当中。首先按照排名呢，我们第一个要出场的是 Dickens， 请站到我的对面，而他对阵的就是我们的仔仔。在 battle 开始之前，我们要选择一下我们的音乐类型。仔仔，你要选择的音乐类型是 B-boy， B-boy music。 Dickens music hip hop。 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选手，直至到我们第二名产生之前，中间不会有任何的休息，所以有可能最后一名如果要打上去的话，你需要总共打十个 round，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存你的体力，希望你们能取得好好成绩。那么现场的所有观众，马上要开始我们总决赛这场 battle， 如果你们期待这场 battle， 就再给我来一点尖叫声吧。Dickens谁将晋级到我们下一轮，获得我们的挑战机会 ？3、2、1，恭喜仔仔！也感谢 Dickens， 请在场边休息。仔仔，接下来这一轮你要先出，你对阵的是周玉祥。周玉祥，你要选择的音乐类型是？Popping。 仔仔，你要改变音乐的选择吗？依然是 Breaking Popping。 仔仔先出，每人30秒，两轮过后直接判罚。 DJ Ready Drop the beat
Kids 周玉祥。